到一百。你多少啊？你都到一百了？你一百十点四还是？好了，接下来就是过一百。赵月接受魔鬼训练，一定要减到一百以下。啊，我是真胖，队长。你得真胖。我是真胖，我是。你看我这大腿粗的。啊，对，跟金华火腿是不行了。这是人吃的吗？不是，第一次这么认真练舞，得到的结果只有这个。生的青菜，我第一次吃这种菜。你走开。不是，我是帮大家一起拿的。对啊，吃饱怎么训练呢？不吃饱怎么减肥呢？这不是光是我的，这是孔湘怡和我的。我如果现在拿一个吃的话，应该也没有人会发现吧？你要控制你自己，队长。哎，每个人看到我的反应都说我吃这么多。这个超好吃的，我难吃。这才实诚货，就是赶紧的想吃。月哥，你这张伟的嘴要吃的。月哥，冷的都吃，直接冷抓着吃吧。嗯，这个草莓。嗯。反正我今天。炸鸡好了吧？炸鸡好了吧？哇！哇！哇！好香！这是我们今天整的硬菜，没有碗了吗？吃了一个碗了。不吃饱怎么好跳舞呢？别拍我！完。拍人家脚跟我干什么？哎呀，你们好烦啊！准备午餐，我是负责洗碗的。负责喂那个洗碗的人吃薯片。负责把这个蛋我打好了。先拍一张嘛，跟他纪念一下你最后的样子。等会儿要把你污了。哎，我的香蕉好恶心啊！这块解剖你了。连剥香蕉都不会。屁！是因为这个香蕉它那个头不好，它太硬太深了。哼！你看这香蕉头都烂了，顶上又深，哎。这是老被切过之后美丽的双手，是不是觉得贤惠度满分？哇，这个先煮的，然后哎，你会削饭吗？看不起我们？你看我们都会削饭，对不对？真的，自己削的梨，自己削的苹果，味道都不一样，很甜。赵月一边切我一边吃。等我切完水果，我就去买面包。我怎么感觉这个梨削出来只有这么点点了呢？好吃。这个梨本来这么大一个，越削越没有了。一边削一边吃。苹果削。这是一点都不能浪费。苹果跟梨，来，哎呦，刚吃梨没吃够哈，来个苹果吧，手干净了哈，刚上过厕所，就不然你晚上吃什么呀？晚上就只有那些东西了，收拾前的杯子。那什么时候你拿的东西把它放？哇，好可爱，好像是个小朋友，在里面煮爆竹小朋友，爆竹小朋友。怎么有种 rat 感？ You can you up? You can you up? No can no BB。 别拍了，我这样嫁不出去了。以后薯条和番茄酱，炸薯条跟番茄酱，我自己都要被恶心死了。完全没有想到这什么菜，明明是番茄鸡蛋还有炒土豆丝，现在是薯条跟番茄酱。谁不知道盐是什么呀？我跟你讲啊，盐不是应该很常用的，放在台面上。为什么盐这种颜色跟黄糖一样？这是糖。你要是刚刚把这个，我们做的食物真的满满的都是我们的手味儿，你知道吗？全都是亲手一点一点把它撕开，手撕鸡肉。我感觉像捏橡皮一样。帮我拿个盘子，干净的。哎呀，不会不。一边晃头摇头晃脑。新鲜的鸡肉串，羊肉串，羊肉串。
好冷。观众朋友们不要质疑我的番茄炒蛋，我平常炒出来的蛋应该是这样。我的妈呀，给它起个名字，中国国旗，我爱中国。炒得像呕吐物一样。来，我来番茄蛋汤吧，这是番茄蛋浓汤。这是那个酸土甜的甜的甜辣土豆丝，也不辣，不辣，哦，一点都不辣。嗯，没事，真的很好吃，甜，巨甜。为啥？许昌石的表情，嗯，太饿。一开始进去很美满。别给我放大。我明天没饭。哎呀，还是苹果好吃，它也好吃。我，嗯，啊，怎么了？小姐姐贴土豆放在赵月的苹果里，干嘛？这里我有苹果丝，苹果丝，算了，事已至此。我想一想，我们刚吃了糖浆炒西兰花，还以为碰到酒，不得了了，这个菜今天做的好失败。还好我吃了巴黎贝甜，啊，辛苦了，今天很开心，因为我们去超市买了特别多吃的，我买了面包、薯片、猪肉，但是我发现我最近胖了，可能就是 MV 的时候因为在那儿等待的时间太长了，所以就一直吃一直吃，所以我明天打算不吃，真的，我跟大家承诺，如果我明天吃米饭的话，我就是一条狗。赵月有这么胖吗？我们就看一看，哎，我就吃一吃，我不看，我只想看一下我冰箱里的食物还在不在而已。来，给我吃一口。我就咬一口。尝尝，咬坏了，咬坏了，帮他们吃掉吧。坏了吗？哎，你吃吃看坏了吗？啊，我要坏了。有点吃不出坏了没有啊？坏了，给我吃好吗？哎呀，别吃，真的是拉肚子都坏了。哦，汤来了。哦，听到没？隔壁都在给我们鼓掌。哎，这仔给我个条件行吗？拍个照了，这里，底下看到有海鲜呢，你就别得寸进尺了，贼不要脸！我跟你说，许爱琪每次啊，我要吃海鲜，完了之后坐在那里，哎，我们真的太得寸进尺了，只有他一个人得寸进尺，好吧？幸福的感觉，赵月直接拿了服务员啃了。我当然是要慢条斯理一点。哇，好好吃，好香啊！这个入口即化，感觉到了天堂。完了，我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些肉到我的身上，到我的屁股上。对的，记得好好放啊。还说我拿着骨头打爆你的相机。对的，吃相真的很棒。很香，真的。对的，难道不觉得很麻烦吗？等会儿就得洗整只手。洗整只手，不然我洗半只手。你要洗这两个手，你知道你可以洗这两个手。一会儿去那个泡个澡还得。全身都在吃。行不行？你别再胖了吗？再吃。哎，我借给你打的。不要打扰我吃，有点赵月啃过了。
下面没有粉末。但是我发现我最近胖了。哇，甜，很好吃，很香。好了，谁不需要？再来一张。不需要的话给我。这个肉好韧啊。赵月说自己胸饿了，所以说我要吃三块骨头。赵月姐，你饿吗？饿。我的胸不是爱啃骨头的类型。像马龙，小一姐的苏州素食主义者。小一姐说爱吃草。这里还有一块，要吗？赵月，我也有，我也没吃，没怎么吃。你的胸要受不了了吧？快点！你的胸我也不爱吃这个。赵月，你喝醉了吧？你是不是都喝酒了？赵月现在天天都很吓人，我跟赵月天天住在一起，他每天都用他那个想吃肉的胸描述我。哎，一开始挺害羞的，在房间里头。后面不行了，要孔祥银今天霸在我的床充电。昨天我回来逛街回来，孔祥银没去逛街，我下意识先看了一眼他的上铺，哦，没有人，小孔去哪了？结果小孔在我的下铺对着我躺在那个被窝里面，很慵懒的。我在帮你暖床，大哥，怕你睡觉的时候着凉。嗯，很棒棒，给你鼓掌声。我们小孔最棒了，还记得第一天我们分到一起的时候那种尴尬感，现在一消而散。这辈子从来没有我手，我从来没有。你谁啊，大姐？你跟他说你给我带了什么？炸鸡。对，就是那种冷到就是不能再冷的炸鸡。没有，我告诉你，炸鸡的事实是我们昨天去吃生鸡汤剩下的炸鸡。我们俩一直放在我包里，把我的钱包也弄炸鸡味了。我给你暖起来的。对，我特别聪明，我就知道回去有人要吃。对，肯定的。米肠也是在车上吃到一半，要有人要吃，就只有我。回去肯定有人要吃。真香。嫌我们吵。在我家里面，就是。你看毛毛那个蓝色头发 ，Hello 毛毛，这是什么呀？我们的寿星，是你的日记吗？对，我的日记，毛毛勾引个人的日记里。对，我们的寿星，巴楞巴楞。然后今天毛毛来探我们的班，今天很开心，今天毛毛来我们寝室玩，来我们家玩了。没事。对，然后今天是他的生日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然后我就说啊，
过了十二点之后，然后孔祥义没有反应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说，然后他说怎么了？过了十二点怎么了？我说有事儿 啊，有什么事儿？好吧，一点也不关心我。哎呀，我们在车上，哦，毛毛明天是生日了，跟我一样了，开心啊！并且还带着那种披着面面膜，并且洗澡的最后一刻听到生日了，然后还好是黑灯，结果开灯了。拍嘴型，然后小小脸，可以吗？哎，我露不出来。三二一，哎，我的粉红色头发在吗？不在。来，要保存，要保存。再来一个。摆好姿势。是美颜吗？美颜吗？是这个六幺二，我也不知道。后期 P。一、二、两、三、谁不要在笑？我。我一点点吃饭了，赶紧吃，快吃，想吃肉，看你要吃蛋糕吗？吃，嗯，蛮美的。哎呦，加起你这个人把我当光都挡完了，啊，真的，早就把你当的，把你当挡完了。是我其实也不想吃这个蛋糕，我想吃肉。但是这是他们送给我的蛋糕，所以我很喜欢。粉粉的少女心，你爱情像那个木乃伊似的。哦，我好白呀！在蛋糕店，我开，我们想给你挑那个钢铁侠的蛋糕。钢铁侠，我是一个少女，这个蛋糕很适合我，很棒，非常适合我。你是癫痫了还是怎么中风了？好可怕，赶快打嘴！我的生日中风了，开心到中风。激动的，一天没吃啥热的。酒为什么？烧酒。对焦对焦，然后就被各种人搭讪了。啊，对了，炸鱼排。对，我把幸福带给了大家。弥漫着戴萌的食味，我感受到了什么？地球很危险，他有点嗨了，懵嗨，刀在后面捅我。向王总申请给 Seven Sense 一个这样的，就是有点舍不得这里。